地铁侠，你可以用手机看。不，我就要用电视看。你不让我看，我也不让你看。再不起开，我打你了！干什么干什么？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？都多大了还看动画片？你是哥哥就应该让着弟弟。阿姨，您说的没错，我应该把电视机让给弟弟。就看这个吧，这个是英语教学动画片，看完之后每天还会布置观后作业，最适合弟弟了。哎，这个动画好，省得我再去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了。儿子，你得好好谢谢哥哥，抓紧看，看完把里面布置的作业也给做了。弟弟，你慢慢看吧，总共有100多集呢，不够的话还有数学和语文。Hello, it's me.